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叫你 James？ 你到底还瞒着我些什么？当初我找你们，就是看上你们演技真。没想到你们居然敢糊弄我。我们都是一群专业的武打演员。那我叫你们不要打架，为什么还要真打？还有，你们一个个受伤倒地，结果跑的时候，一个比一个利索。告诉我事情所有经过，要不然，从我这拿的钱，都给我吐出来。其实，在你找到我们之后，这件事情很快就被那个霍经理发现了，他给了我们一大笔钱，让我们将计就计的把戏演得逼真一点。回来了。默然，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吗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累了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夫妻除了彼此信任以外，还要承担和分享彼此的担忧和不开心。好啊，那我问你，你骗过我吗？一直偷偷喜欢你，这个算吗？故意岔开话题，欲盖弥彰。谁能想到堂堂梵蒂总裁竟然伪装成一个小模特，还在背后搅动风云？就是不知道小简总知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啊 ，James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们澳门有桩生意想跟梵蒂合作，不知道 James 给不给这个机会啊？不如再考虑考虑啊，我开出的条件肯定比解释要好。抱歉，我没兴趣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喝的有点多。收起你那不入流的把戏，对我来说没有用。你说他故意接近我，目的是什么呢？这种情况一般是图谋不轨。小田总，不好了，奥美大秀和我们雨宁的设计撞款了。什么？跟我去找陆傲奇。你好，小田总，我是陆傲奇。陆傲奇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下次想找我就不必四处打听了。燕子，想喝一杯你们凡尼的茶可真难啊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是不是我 James？ 霍金言，你给我等着。燕子，与您设计稿的事我还得谢谢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叫你 James？ 你到底还瞒着我些什么？